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刀放下。吴头头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让兄弟们都出去了，把他们都给我弄死。胡爷，外面好像没什么人呢。啊？陆头，你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？宝哥，还有我。你还真是一个人来的呀？哎。 杜涛，我没事儿，还好有个死垫背的，哎呀，哎。